双龙之心，做好封印。海神之光加持下的紫极神光，你还能挡吗？唐三，破之一族一向宁折不弯，想不到他居然向敌人屈膝投降。无双呢？背叛宗门的无耻之徒，叫他出来受死。冷静点，杨长老，他在诱你入套。宗主，别拦我，你孤身深入，必死无疑。